不是踢馆，我要投诉。啊？投诉谁呀、啊？投诉你媳妇儿、你老婆、你太太、你夫人。这是我在咱们小区超市买的蛋糕。哦啊。我觉得这个蛋糕是坏了啊，你给见证一下。大米粒我了解，他不能把坏的东西卖给客人。这坏不坏也不是你自己家人说了算的，你自己看看。啊啊，我看看，这挺好的呀。那蛋糕坏了是能看出来的吗？挺好的呀。那蛋糕坏了那是能闻出来的吗？你尝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坏了，挺好的呀。你尝那一点，那能尝出坏来吗？你往里头尝，往下，啊、往下，往下。下边也挺好的呀。你再往上，你往上。不是我。你尝。不是我到底怎么尝？它好几层呢，你看底下呗，一层奶油，一层那个，一二三四层，你都得尝了才能知道坏没坏，是不是？行，这样，我吃一个横断面，行不？我来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哎呦我，这行不？坏了。没有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说蛋糕造型坏了。完美的一个蛋糕，直接让你掏一个大窟窿、大坑，你是不是坏了？大美，你这可有点太过分了，你不能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你让我尝的啊！你万一让我尝完，你说你挖了个坑，你这不是坑人吗你呀、啊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小刚子，生日快乐。大美啊，你太奇葩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可真行，你吓死我！哎，你咋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呢？坐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啊，我就是想借这么一次机会表达一下我平日里对你的感谢。哎呀，看你，你说昨天下那么大的雨，你帮我往楼上送东西，那浇的跟落汤鸡似的，我多感动。你说平时我跟黄小黄，哎，我们的冰箱是你送的吧？啊，我们的梳妆台也是你送的吧？是吧？耗子也是你逮的吧？我都记在心里啊。你说你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啊，然后生活在我大米粒儿、黄小黄三个美女中间多不容易，感动，很感动。大美，我觉得你其实说的还不够全面。嗯，你们三个人只是表面现象，还有很多你们看不见的人存在着。哎，刚子呀、啊！啊，你这嘴上有奶油是吗？啊，哎呦，那我擦擦。别，我给你擦。不用不用，我给你擦。来，你过来。不用，我给你擦。我不用擦，我自己能擦。你不用。你过来，我给你擦。你过来。你不用。你把脸伸过来行吧？行。哎，干净了。哎、谢谢。刚才问你，哎，我给你过生日，你开心不？开心。高兴吗？高兴。然后呢？你走吧。我是要走，但是我都想好了，在我走以前，我必须要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，这个环节不能少。啥呀？那就是我要给你一个拥抱。这个我跟你讲，大美啊，心意我领了。那咱不用，你这物业别人看见容易就误会。误会啥呀？过生日拥抱一下不很正常吗？是吧，街坊邻居们，抱不抱？你看看。不用抱，你知道吗？赵刚子，你有这种功夫都抱完了，这是友谊的拥抱。友谊的拥抱，你抱一下啊。行，那既然街坊邻居说能抱，那我就抱一个，好吧？谢谢你，啊。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赵经理啊！
你在哪儿呢？你说也真奇怪啊，这午夜大白天的，你说没有人，你说这玩意儿奇不奇怪？你说，哎，上哪去了呢？这人啊，小梁，谁？谁在喊我？赵副经理在门外呼喊我呢，我得去一趟。在这儿呢，赵副经理。于桥俩，大梅姐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一前一后进来的？一直都在呢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这最近呢，我这眼睛有点不太好使。我那个什么，你放心吧，哈，我这眼睛不好使，你放心，看不着你俩拥抱了。你回来，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，你过来。什么看不见我俩拥抱啊？我俩拥抱什么？你知道啥呀？你就这样啊？我俩那不是那种你想象的拥抱，明白不？那是一种祝福的拥抱。对，是一种爱的拥抱。明白了，你俩这是一抱还一抱呗？像你们这样的拥抱，你们俩报应啊！啥报应？你回来！你跟他讲解，你坐下坐下，你别毛躁，你坐下。什么报应啊？瞎琢磨啥呢？于小脸，跟你说是这样的啊，那个刚才呀、啊，你大白姐，哎呀，你都不用跟他解释，你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就报了，怎么地？不是怎么地的事儿，不是他所认为那种报，明白吗？报了，咱们就报，没毛病。不是报，咱们没来报。停一下，报和报是不一下。咱们这么乱，报警吗？报警？报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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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？怎么回事？你赶紧那个先明白。我跟你说，这孩子，你把手机给我。你们要干啥呀？你们要干啥呀？你们啊？稳当的，你稳。别碰我！你下来。你别碰我啊！哎，你作为领导，你把他叫下来。你下来。我跟你说，是不是灭口、关门、打狗，是不是？你放心，我不打你。你下来。你下来。你下来，下来。说好别打我啊！你听我跟你说，赵刚子，赵刚子，没那么复杂。啊、来，赵刚把他架过来，你给我架过来，赶紧。你哪啊？架过来。啥玩意儿？你瞎子吗？你别老乱跑，你别老乱跑。我跟你说，这啥看见没？啥？蛋糕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吃，别想贿赂我。谁说给你吃了？我是说，这是一个蛋糕，一个生日蛋糕。嗯，我不吃，你我不吃，你们整死我吧！什么整死？你给我坐好了。你坐好了，你听我好好跟你从头跟你说哈。这是一个生日蛋糕。哎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我什么日子？是你什么？是你撒花的日子。我跟你撒花的日子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听明白没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明白不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臭刚子，亏了有这个蛋糕，要不然都说不清啊。对，明白了不？这就是证据。太明白了。哎呀，还亏了有蛋糕，我跟你说，要不然。哎呀，幸亏有这个蛋糕啊。要不然还没得说了呢。那个赵副经理，麻烦我问一下，是吧？咱们这个物业员工管理条例的第十一条上面是怎么写的？热爱生活，爱护业主。哎，我明白了，看出来你爱业主了啊！我说的是第十一条，不是第一条啊。第十一条是不能吃拿卡扣业主的东西。漂亮，这是啥呀？他没吃啊。你别解释，我就问你这是啥？这个是个蛋糕。这家横豆面都没了，来谁吃的？我吃的。啥味儿？奶油味的。好吃不？还行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是谁还在这上杵着呢？啊！天哪，赵副经理，你什么时候登上去的？你啊，看到这个画面，此时此刻你什么心情？我羞愧。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
今天我是抓现行了，来吧，拍照吧，来吧。拍什么照？你啥道歉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哈，你别着急，我跟你说，他真没吃这蛋糕。这蛋糕是我买的，我买完蛋糕我一看，我一闻这味儿，我说蛋糕那也不太新鲜的，奶油是不是坏了呢？我就端这儿了，我照告诉你，你帮我尝尝是不是坏了，我就让他，哎，我觉得其实有点坏，要不你也尝尝。对，是他说的是真实，让我尝尝，他说是坏，让我尝尝，这你也尝尝，让我尝尝，你尝尝，你大点口，那就别想贿赂我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想用蛋糕堵住我的嘴是不是？不可能。别解释了，我都明白，你们两个人不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吗？一看物业办公室挺好的环境，是不是？拎着蛋糕过来，两个人偷偷的约会来了，是不是？别解释，别编了。说啥呢？我跟你说，其实就这么简单点事儿，给他过个生日，在物业又没有外人。对，刚子，完了，刚子，这是没外人啊，人家没人来呀。别想，哎，刚子呀，别想，刚子。这气氛怎么这么尴尬呢？怎么的了？我一来卡住了。还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去这边去。这咋解释？这没事瞎挨着的，挨什么挨？哎，刚子，过来。咋回事啊？那个媳妇儿，啊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我犯错误。犯啥错误了？咱们物业有规定啊，第十一条不能吃拿卡要业主的东西、啊、我刚才吃了人家蛋糕了。吃了多少啊？你看，吃了一个横断面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叫吃啊？这要是我吃只能给先剩下一个横断面。不是啊，再停一下，不是话题落错了吧？没说蛋糕的事儿啊，赵副经理要注意蛋糕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动作，哈哈的在那取暖那个事儿。什么取暖？哎，瞎说！刚子，什么取暖？哎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啥动作呀？咋的了？还取什么？咋回事啊？你别听他瞎说。情况是这样，刚才呀、啊，就是那个我不过生日嘛，大美给我送了个蛋糕，吃完蛋糕以后呢，大美说要给我一个祝福的拥抱，就抱了一下，祝福的，抱了。多长时间呢？抱了一瞬间。一瞬间是多长时间呢？弹指，弹指一瞬间。没抱，抱了，我抱了，抱了，是抱了，抱了，是抱了，到底抱没抱啊？抱了，你缺心眼儿是吧？抱什么抱？我现在越矜持，对你的婚姻越稳定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咬死不承认，我就没事了。你是没事了，我摊上事儿了。干什么？你不说瞎话啊？哎呀，你嗨呀个屁呀、啊！你在这玩嗨呀？刚子，过来，到底咋回事？我跟你说实话，大美没啥事儿，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，我过生日，她给我送了个蛋糕，吃完蛋糕以后，大美说给我一个祝福的拥抱，她说生日快乐，我说谢谢，就这样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抱不抱？大嫂，看着办，俩人反正是抱了，你看着办。赵刚子。你知道人家为什么抱你吗？不知道。这对你工作的认可吗？在咱们这个小区啊，男女老少，猫啊狗啊，哪个没抱过你？啊？是。再有，身为物业副经理的太太，就要有一个宽大的胸怀。要有一个像大海一样的胸襟，大米啊，哎，啥了？说明啥？说明人家是合法的呗。那个，哎，就差不多得了，街坊邻居都在这呢，松手吧。不是我松手了，你嫂子把我锁上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完了，解锁吧！这都是误会啊！这今天好日子，来，我切蛋糕，你们一家三口吃的。说什么一家三口？胡说八道！咱们一家四口，不是咱们是一家人。对，切蛋糕来，来，爷，不对，啥意思啊？送蛋糕就送蛋糕啊！这怎么里面还有100块钱呢？收钱这可就责任大了啊！大美呀。你这可就不对了，
啊，你送个蛋糕这是情谊，你给我放什么钱呢？你放钱不就摊上事儿了吗？拿走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这不是我放的。啊？干什么玩意儿？咋的了？开什么玩笑啊？我过生日你随什么礼？你随什么礼？跟着起什么哄？干什么玩意儿？对，我收起来。我不应该。你搞这什么玩意儿？那行，搞这收起来。那这100块钱我就收拾了。那这钱，能不能给我拿出来？啥呀？就是你的，给我。啊，你的。这钱呢，是我放在这袋里的。为啥呀？这大美啊，为了感谢你这么多年对她的照顾，知道是你生日啊，就给你买的蛋糕。我说不行，刚子不能收。她说你放心，我有招让她收。然后我就把这100块钱放袋里了。哎呀，大美，这钱你得拿着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心意我们领了，必须拿着。大美，必须，这钱必须收下。嗯，听见没？这是规矩啊，咱这是做人的底线，可不能把这事那什么了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回啊！赶紧吃蛋糕吧，这是我买的，咱家蛋糕。哎呀妈呀，蛋糕咱家的吧？对。来来来，每人一个横断面，来整整整整它。来来来，我弄点纸啊。哎呦我，这挺好吃啊。啊对，哎，周副经理啊，啊，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下，来，怎么的？没毛病啊，这啊，什么毛病啊？蛋糕这个中间这不是有个小黑点吗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？哪儿呢？就这儿呢吗？你看哪儿呢？看看，看看，来来来。